西安。大家好，我是15号选手张雨曦，我是来自东北的一个小丫头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，当然不喜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。时尚中国，深入亚洲时尚发源地，全程录制东京时装周2010春夏系列发布，全面接触时尚领军人物，汇聚众多国际顶级名模，30场时装秀演绎亚洲时尚风潮，敬请关注时尚中国，创意新生代，中国新力量。上海时装周2010春夏作品发布，原创之美集结绽放，异域时尚璀璨登场。饱和度极高的水果色是09年度最流行的混搭色彩，清爽的苹果绿色、浓郁的石榴红和香芒的金黄色等等出挑的色彩，再到兔米郎最爱的芭蕾舞裙式的小夹克衫、超大的裤管和袖管，到层层叠起的蓬蓬裙、夸张的配饰、闪耀的亮片及水晶，就像是一场缤纷华丽的派对，不会冲着我们对那个欣欣向荣的年代的一些怀念。